好，各位同学，我们现在要来做去背啊，还有去背完之后，我们接一则下面会顺便教所谓的前景深的做法啊，前景深的做法，这些都是为了让主体凸现出来的方法。每一个技法哈、啊，其实都有意义的，每一个技法一定是在写作的整个理论架构当中一定有那意义啊，只是能不能把它讲出来而已。你理解它，对技法才能够有一个合理的学习上的论述啦，而不只是说为技术而技术啊。我们讲过的啊，那个去背跟前景深都是为了让主体啊，画面中的主体凸显出来啊。好，我们就是先让你理解这个东西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先来看啊，首先呢，要有一些做准备的东西啊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 StylePix， 就是我教那个免费的软体啊。你打开之后呢，如果你的语言跟我不一样，按这边有显示语言，就是 2.0 呢啊， 2.0 我前面的教学方案里面就有教过了啊，下载啊干嘛这些东西。第二个，你一定要看到这个，做这个东西你一定要看到这个分层的视窗啊，这一个分层的视窗，如果你的没有跑出来，按这边啊，窗口有没有看到分层，点下去它就会跑出来了啊，点下去它就会跑出来了。好，那这样子很简单，那我们呢这一张图是我要的，拉进来好不好，拉进来。好，很简单，我们要开始来对它进行去背步骤，我都写在这里的啊，步骤我都写在这里的啊，你可以一边看一边回来对照，一边看一边回来对照，那我就不来来去做了哈，我一次就是讲给你听，就会讲，所以把原理讲一讲。好，首先呢，你会看到你这边的这边一定有一个背景，它会自动帮你写一个背景，对不对啊？你在这个分层这边有一个背景啊，按右键，注意这个是打勾，打勾表示我能够看见啊，打勾表示我能看见啊。好，你会觉得它跟 Photoshop 很像，对，它就是小型的 Photoshop， 不用钱的 Photoshop， 真的，你会这个就会 Photoshop 了，道理一模一样啊。或者你学会我上面的 Photoshop， 学这个也一样啊，道理都一样。按右键，好，按右键，你们看到有个复制，复制哦，按右键有个复制，对不对？点下去就两个了啊，一个是所谓的背景啊，一个就是所谓的背景复制，这个其实图层啊，一层一层叠上去嘛啊。我们现在叠在这上面这一层，好，我们现在要作用上面这一层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一层有了之后呢，我们要开始把主体圈起来。各位选这边这一个，有没有看到套索？有没有看到套索？就是这个套索，点下去。好，注意哦，这边有一个软化度，把它加到3。我习惯用3啊，你要4啊、5啊也随便你哈、哦，就是它边缘不会那么硬啊，边缘会比较有一点渐层的感觉哈、哦，就会是这样子。好啦，那开始啦啊、哦，就会这样子啊哈、哦。我为了教学，我就快一点啊、哦，哦，我就快一点了，就是这样啊，一个一个慢慢点哦。我其实都是 click 哦，有没有？我这个每一个动作都是 click 啊、哦，然后呢直接往下拉这边啊、哦，这边，注意哦，这边。有没有看到一个远远的跑出来哈、哦？那个叫闭合，你一定要看到那远远的跑出来哦。闭合点下去有没有？哎呦，好、哦，这几个地方就被选起来了，这几个地方被选起来了。但是我们要去背啊，要把它之外的把它去掉啊、哦，把它之外的把它去掉，就会在这边啦啊、哦。所以要反转有没有？编辑选取反向，我就是这么教的啊。你要跟上没啊、哦？编辑选取反向，编辑。没有啊、哦，选取反向，反向就是有没有它之外的哦，现在是变成它之外的地方啊、哦，然后按 delete 键哦 ，delete 按下去，有没有看到？其实这边已经有去背了，这边其实已经有去背了。那、啊、你说老师怎么会看到？因为我们下面那个图层还在嘛，我先示范给你看哦。点下去有没有就不见了？当我把下面的图层这个勾选啊，你没有看到啊？哦，下面图层的勾选，我一旦把它拿掉，你就看出来了，因为这是两层嘛啊、哦。当因为这两张照片都一样啊，然后我下面这一层在，你当然看不出去背啊，你这边已经看到去背嘞，所以我打勾拿掉有没有？哎，整个去背就出来了，看到没有？好、哦，现在只作用这一层，啊、哦，然后下面这一层呢又看不到，所以那整个去背的样子就出来了，很好理解吧？啊、哦。很好理解，好，很好理解。之后呢，一样啊、哦，那个图示啊，不是啊，图像，哎，图示对，是
编辑啦，编辑选举啊，有时候也忘记哈。然后呢，取消选举可不可以？取消选举啊，就出来了。取消选举这个东西就出来了哈。同学，你的东西，你的，好了，先等一下再啰嗦哈。好，既然都出来了，所以很简单，什么怎么办？文件，你的眼睛看到要这样子哦，你的眼睛看到要这样子哦哈，你的眼睛要看到这样子哦哈。好，然后呢，文件啊，然后呢，另存为，对不对啊？这个地方点一下啊 ，PNG。可移植网络图形 PNG 哦 ，PNG 才能够储存去备档啊、哦、啊，这边再加一个嘛哈，加一个002好不好？随便你哈，002嘛，多出来的嘛哈，存在桌面。好，那我们存进去啊，存进去看看，好了好，怕那个不相信我，按给你看，没有出来了啊，就会是这样子。好，然后呢，去备有了。去备有了，你再把它关掉，你再把这个关掉就好了哈、哦。再把这个地方关掉，我们讲过的哈、哦，关掉，然后不要再另外存。关掉之后，他会问你要不要存，就不用存了啦哈、哦。因为我已经另存新档了嘛，这个就不用存了啊、哦。好，然后再过来是什么？再过来是要去备完。如果我们不想去备，去备会把脉络去掉，你知道吗？哈、哦，本来这个照片旁边有个脉络，脉络被去掉，你如果不想要啊，你只是要让它变成前景深，脉络还勉勉强强可以看到，我们怎么做？好，来，一样哦，这个只是接着做。你如果要前景深，就是接着做，因为你要先把去背的地方去出来嘛，哈、哦，你要先把主体去出来啊，然后点这个地方，点一下，哎，通通看到了，两个又看到了，对不对？注意哦，我要按下面的，我按下面的这边，你看你按下去，这边是蓝蓝的，表示我作用层。作用层在下面这个地方哈、哦，这个是作用层，上面呢已经有个去备的东西压在上面，所以我点一下作用层，然后点什么呢？过滤、模糊，我习惯用动态模糊啦，我习惯用动态模糊啊、哦，动态模糊，你们看这边已经模模糊糊给了，你如果要的话多按一下，有没有？哦，已经糊到有一点乱七八糟了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糊到有点乱七八糟，按确定，这样就好啊、哦，按确定就好。换句话，这个其实是什么？我们把这个取消掉好不好啊、哦？先把上面不要看哈、哦，其实它是整个都糊掉，你知道吗？它是整个都糊掉，把下面那一张整个都糊掉。但是我们之前已经有做一张去备图啊，对不对？没印象？我们上面本来就有做一张去备图了，你把它压在上面，就变成去备的地方还很清楚，但后面的整个糊掉，这就是所谓的前景深的作用，就是这样子嘛哈、哦，把主体凸显出来。后面的一整个把它糊掉，这样子就是所谓的什么前景深的照片。而这个前景深，因为那个模糊哦，它模糊的方法很多，你还可以随便你玩。记住哦，这个玩法很多哦，这个只是一般模拟拍照的前景深了啊、哦。你那个过滤器，你的这一层哈、哦，这个层的模糊的方法不只是模糊啊，你下面这边有一堆可以玩啊，什么杂色啦、啊，干嘛随便你玩。这个就很有奇奇怪怪的创意出来了，对不对啊？主体很清楚，背景图不只是糊掉啊，可能有杂色啊，可能变成看你随便挑的，你随便用啊，素描也行啊。哎，主体很清楚，那背景图变成什么？变成素描也可以啊，对不对？看你怎么玩的，懂我意思吗？这一层看你怎么过滤。那你如果要模拟照片的效果啊，就是用模糊啊。基本上我们讲到这边，好啦，一样啦啊、哦，档案对不对？另存。你的眼睛看到了才算哦，眼睛看到怎么样就把它储存成怎么样，好不好？好、哦，你看这两个都打勾哦，好、哦，好。然后呢，这一次要改成什么 JPG 档哦，就是跟它改成003，可不可以？002、003、003，好，存在桌面储存，这样就好了。好，全部做完了，可以把它关掉了啊、哦、啊，就关掉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全部关掉啊，关掉，这样就 OK 了。好，我们教这边，谢谢各位。